大家可以先不要看那一个，现在接下来去这一首歌不是那首歌，是中文的，所以就没有准备。好，我们接下去会带来一首比较轻快热闹一点的，大家轻快热闹，不要那个，可以喝口水啦。然后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戒指还我》，然后等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歌词，其实就是好像在谈那个，就是说，歌词里面会写很多，就是说，就是你昨天好像对我承诺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很多甜言蜜语，但是怎么过了没有多久，然后就好像一切都翻转了，都好像不算数。然后这首歌叫《戒指还我》，就是把戒指还给我的。然后其实是做一个反讽，就是说对政治、对台湾的选举乱象的一个反讽，大家可以听看看，就是那个手上那个非常珍贵的那个神圣的那个，就是我把它比喻成戒指这样子。好，那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在准备跟谁结婚之前呢，先把眼睛放亮一点这样子，也就是做一个嘲讽这样子啦。好，大家听看看。剩下什么？昨天说爱我。
爱过，要怎样不怎样，通通当作没说过。垃圾桶，结婚之后怎么差这么多？结婚前后，快把我的戒指还给我。